加在一起就更多了。现在你一下要2倍，你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呀，主要是咱这，对吧？再说我花的多点怎么了？这钱也不从你口袋出啊，都是爸妈留给我的。啊，嗯，这口气挺大呀。对，是想要分家呀？没有，你这话不能乱说，分什么家呀？咱都是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儿的亲兄弟，平时没来世的。我只是觉得吧，我作为爸，遗嘱中明确说好了继承股份最多的小儿子，这经济都不能自主，是不是太什么？啊，我懂了，你这个股份最多的被我这个股份最少的管着，不服气了是吧？哥，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从来没有想过用股份压着你。再说我那些不还在托管呢吗？不像你跟二哥那么自由，想花多少花多少。而且我也想好了，老爸多留的那一部分钱，我也不乱花。等到你以后老了、残了、废了、没人管的时候，我就都把它拿出来，养着你，供着你。滚！你才残了、废了！看我这嘴。这是花，送给你。你干嘛？送你花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是你第一次答应我出来约会。打住！我不是来跟你约会的，来找你是有事想跟你说。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要不你先把这个放旁边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啊？你等着。哎，也不是。这是花，送给你们啊！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哎，谢谢啊。好了，铺张浪费。你怎么铺张浪费呢？你看，他们笑得多开心。以后咱们在一起每一天，我都要送你一束花。嗯。谁说要跟你在一起啊？我们先不说这个，你不是有事跟我说吗？嗯，我姐从家科辞职了。辞职？啊，有事儿。王总 ，VVIP 的销售数据出来了。我是特地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，是吗？数据显示啊，销售额比上个月增长了20%，可算是可以松口气了，不至于2个都滚蛋。那不是您编出来的吗？对啊，这下王总可以好好吃饭了。嗯，最近因为 VVIP 和小王总的事情，我觉得您绷得特别紧。小王总的事儿呢，我插不上手，但是 VVIP 的事情如果能让王总开心的话，我觉得我的薪水啊算没白拿。王总大口吃饭的样子可比生气的样子要好看多了。我其实是想说，看来我平时生气的样子你们看太多了，沙拉和日料都太淡了，我今天想吃点浓油赤酱的。好。说，没什么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声谢谢。但是，在我没有公开这些照片之前，我不希望被任何狗仔看见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王思薇的亲妈是个小姐，卖了安盛广场，全力开发智能楼盘，不也是你的理想吗？你干的坏事还少吗？教训我，啊！表面把钱借给我，实则是想控制我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给我等着！